大家好，我是黃良星。相信搞一個 club 真的不簡單，需要很多一班志同道合支持，大家一起搞才可以成功。我當年搞香港音樂人協會都是要找一班志同道合，大家一起做事，大家明白是義工來的，又要出心，又要出力，又要出錢。我還要去警務處註冊，又要找會計師，又要找律師，才可以成事。所以最緊要大家的支持，當然我希望阿師傅之名一定得的，大家加油 ！Thank you。